还挺有意思的，有点好玩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太扯了，我吃饱了撑了。哪里躺得下呀？在干嘛呀？这是入海睡觉这个任务，我觉得是很荒唐的。你看太太头发一点都没湿。我为啥呀？入海睡觉这个任务我觉得是很荒唐的，因为上一季我们就是说在外面睡觉，这回我们变成要到海里去睡觉了，就是说我们的桃花坞就是一定要去睡觉。我脸烤的难受，我可以掉个头吗？就没那么晒了。不然咱们两个小时之后再来吧。到哪都是睡觉，反正上一季也睡觉，这一季也睡觉，当时确实有点想念陈晨晨了。太扯了，我吃饱了撑了。太棒了 ，easy。我觉得特别亢奋，特别期待，特别满意，特别特别的开心。Come on, let's go。喝点海水吧，一会儿。谁也别想跑！来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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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以为是你们整个小橡皮艇，就没想到是这种一个。天哪，我充满了恐惧。他们说咱们集体重在参与，不管成功或者失败都会给我们贡献值。走吧走吧，来来来。贡献值就行，来吧，征服大海的男人们。不是，哎，是不是应该先计划一下，朋友们？我告诉你啊，两排咱们一共多少人？14个，一边7个，这边7个，那边7个，一块往上爬。女孩在中间安全，其实。我在边的，我在女孩的最边的。行，那你在弟弟跟大静中间。我不至于吧，咱俩去那边吧。那不是，我感觉咱俩是不是得一边一个？你一边，你上那边，咱俩这个一边，咱俩搁一边容易沉。你上那边，我上这边，来吧。来，妈妈你往里边，我们男生压第二。来，预备，大海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下来了，哥下来，下来，哥下来，哥你下来呀！来来来，躺下躺下。
一起从战士大伙撤退。人家在他眼上了。不行，我们一定不可以放下。不要走，不行啊！不要走。不要走。一走，一起从战士大伙撤退。快呀！不要走！一起从战士大伙撤退。好，不行，不要放我！不行，我们一定不可以放下。不要放我！不行啊！战士大伙撤退。好，不行，不要放我！不行，我们一定不可以放下。不要放我！不行啊！快冲浪了！哎，这样趴着，爽！这样趴着可爽。你这样趴着可爽了，真的，跟冲浪似的，真的。我就这样可爽了。啊啊啊、我帽子没了，你这样趴着可爽了，真的。扎着这边，宝贝儿，就是再怎么着，浪不会把你打出去。好爽啊！哎，咱们这会儿把瑜伽做了吧？海上瑜伽，把瑜伽做了。拉拉拉！哇哇啊！哇挺好玩的哎，好爽啊！好好玩啊！我啊啊！这个太厉害了！呜！哇！这个也太好玩了，再玩一会儿吧。走呀，再来一次。行，真的吗？哇，好酷啊！还挺有意思的，有点好玩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太扯了，我吃饱了撑了。哪里躺得下呀？在干嘛呀？这是入海睡觉这个任务，我觉得是很荒唐的。谁能把我们往里放吗？带到里边点儿呗。哇！我今天看到很多的海浪。哎呀，玩一玩。我觉得大海它就是一个很诗意的东西。啊，来了！钢琴只是表达它的一种手法。让我想到肖邦的大海。头发已经湿了。你看太太头发一点都没湿。我为啥呀？人家是有包袱，像你们啊。哇！但老师说我湿发更帅了，妈拿死我了！我有时候不敢湿发，你看还帅一点什么？你可真的是拿死浪哥了，太拿我了！哥哥生来就是拿我的，人家不太对，要干嘛？我们感觉这是岸上呀，我还想再玩，再来一下，走，再一次，等等，走，拿着，往里走。我可玩开心了，这次各校各位，哎，准备了，快上了，我的腿感觉已经着不了地了，上了，牵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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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，啊，呜，当狒狒和那个龙哥拽着我就是往前走的时候还是很有安全感的，当时只想搂住两位哥哥的手臂死也不放开。
OK 吗 ？OK。就今天我会发现雪晴特别细心，她一直在扶着每一个人。看谁，哎，突然坐下就扶起来。然后看谁，如果谁落单，他也去牵着他过去。来来，快上快上，快快快快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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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更亲近一点，我们在这种情况的话，大家会互相保护，互相帮助，一起完成这个任务。哇，押韵！我们就手牵手往里走吧。哎，手牵手，往回走好不好？是吧？往回走好不好？什么事情这么想不开？手牵手往里面走。群体在一起的时候，它是有很强的感染力。要不要？这么嗨，走啦！可能我自己本身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当大家一起跟你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会把他的那种快乐和兴奋慢慢的传递到你那里，你会受到那个感染。